蔡老师，太阳的太啊，今天和我一起来看五个汉字吧。这是我的 email，如果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给我发一个 email。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今天和蔡老师一起看五个汉字。哦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哪五个汉字呢？黄，yellow，黑，black，白，white，绿，green，蓝，blue，红。Red，首先第一个字黄，什么意思呢？yellow 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看一看黄字，哦，就像这样的，像黄色的，非常黄色的波浪，对不对？好，黄字，我们怎么把它记住呢？我们先擦掉。哦，黄字我们怎么把它记住呢？你看上面啊，这是一个戴帽子的什么呀？戴帽子的人，他身上戴了一个什么？一个黄色的什么？Donut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要一个多拿饼，然后他要拿那个线把这个多拿饼啊给拉住，啊，这是他两只腿，这就是黄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写一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10、11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看下一个。黑，黑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黑是这个，对不对？黑色就是这一团黑黑的东西，它在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黑色也是其实非常美丽的一个颜色，世界上所有的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一下黑，黑长得其实就是一只乌贼，对不对？它是一只乌贼，像一个会喷那个黑色水的一个乌贼，看见没有？它的两只眼睛，然后呢，这是它的两只触角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，然后这是它的8条腿，看见没有？这一只乌贼，对不对？黑，非常非常像，对不对？它的大脑袋，两只眼睛，然后我们画出来它的，4条腿，4条小腿，对不对？非常非常好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，白，哦，这个白色的好漂亮。白色的田地好美呀！好，我们看一下白是什么意思呢？白字啊，我们可以这么记啊，这是阳光，阳光照在哪里啊？阳光照在一个网球场里头，然后网球场里面的人在打网球，因为太阳很大，然后很白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看见没有？看见过打网球的人，他们穿的衣服都很白，对不对？所以白，或者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下一个，绿哦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个就是绿，对不对？这个绿色的小丸子，绿，我们看一看。绿色是怎么记，好不好？从前有两只小蜥蜴，对不对？小蜥蜴它们在上坡路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哎呀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一个停车场。你看，这是地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比较长一点。停车场怎么样？哦，他们在停车场里玩，但是一辆车开过来。小蜥蜴斩成两段，它们的尾巴和它们的那个身子分家，不用担心，它们没有死，因为蜥蜴的尾巴是可以脱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们的尾巴就被车压掉了，对不对？
所以这是绿，然后流出了绿色的血，这就是绿。好恐怖的故事啊！但你记住没有？肯定记住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非常非常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两只小蜥蜴走上坡，然后呢，这是停车场，一辆车开过来，它们的尾巴被压掉了，这就是绿色。对不对？好，非常非常好啊！我们看看蓝色哦，蓝色怎么记呀？蓝色还是小蜥蜴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就是蓝色，看见没有？非常非常美丽的蓝色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还是啊，从前啊，那个，我们看一下从前呢，这是什么？有一个草地，草地底下呢埋着两把剑，然后还有呢一朵花儿，蓝色的花儿。然后这个小蜥蜴呀，他就想去偷这把剑和这个蓝色的花儿，结果呢，哎呀，他被人逮到了，然后就关到监狱里面了，看见没有？Put in jail。Tornado Blizzard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就记住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来一遍啊，这是两只小蜥蜴，它们潜入了地下，对不对？然后想偷这把剑和这朵漂亮的蓝色花，然后呢，不小心就被逮住，关进监狱里面了。Sad，sad，sad，非常非常的悲伤的一个故事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下一页啊，红，啊，我们看一下红字怎么写，这就是红，对不对？看见没有？红色的爱心，红色的爱心巧克力，它长得像红色的爱心巧克力，对不对？OK，我们一起看红怎么写啊？一样的，两只小蜥蜴，对不对？两只小蜥蜴走上坡路啊，看到什么了？看到了一个绳子，然后他们两个人呢，就在这玩拔河的游戏，对不对？拔河的游戏，然后拔河的人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？穿红色的衣服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拔河不小心把自己手。哎呀，勒出一道红印子，对不对？这是红，所以它是红色，对不对？OK，我们讲完故事以后呢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我们复习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跟老师说，黄，黑，白，绿。蓝，红，OK，非常非常棒，非常非常棒啊！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，可以给我发邮件啊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，请点击订阅、转发啊，并且给我一个赞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